情也有义，咱是活着的好兄弟。哦，咱有血有骨气，咱是活着的好兄弟。你的代志也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有如意也是我的欢喜。无论好歹时机，无论有钱无钱，你我甘心来相挺。嘿咻嘿咻拼落去，嘿咻嘿咻拼落去，心肝来放作对，脚步着行工位，咱就是我听的好兄弟。你的代志也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有如意也是我的欢喜。无论好歹时机，无论有钱无钱，你我甘心来相挺。工作甲电台感情是我娘好，因两人结婚的代志是早办的啦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娘娘爱想办法阻止这个公主嫁予基电下。哦，卖予公主嫁予基良？无唔对，那是卖予公主嫁予基良，而且爱想办法将基良的身世甲挖出来。假使伊真正是伊的后代，如果基良真正是伊的后代，那安尼我就一定爱斩草除根，免得春风吹又生。娘娘高明，娘娘高见啊！夏将军，为着我的将来，这件代志你得爱多费心啊！小的忠良。叔，老车讲的敢拢是真的？哎呦，不见啦！那小爷哦，听到基隆两个字哦，伊就讲哦，那是因小弟囡仔的名啦，害我惊一个嘞。哇，这天哪间哦，我哪这里多好的代志啊！我哪里讲起来？哎，不过小爷小弟的囝伊并无死。这无可能，小爷有讲过，讲因小弟的囝是咧灶脚找着。而且当中都捡台死啊！这就是我想袂晓的所在。这件代志，我得调查清楚。对，一定要调查清楚。小弟，各位，你先倒去，我一个人伫遮想看卖。阿信。信。阿信，阿信，阿信。你用出来啊！谭记，安怎？我是来甲你讲，我有去过西头国，见过阮木端啊。你敢真正情形啊？我就是知影情形，才会来找你。对啦，你今晚有啥物打算？我想，迄支龙所用的是龙文枪，假使讲伊真正用的是龙文枪。我知影伊的来历，伊是刻在阮杜家新埔。对啦，我另外搁知一个消息，唔知你敢知影？什么消息？听讲这个纪良，并唔是阮木端的亲生囝。唔是阮木端的亲生囝？嗯，听讲是阮木端伊伫外口捡来的孤儿。孤儿？敢讲伊真实是后爷的弟仔？你是讲？那个纪良是纪昌的弟仔，无唔对。听讲后爷小弟顶手平城啊，伫西土国打败，绝对厉害。而且安怎？而且，你囡仔拢惨死伫伊的手头。也不过我想袂晓所在是，迄囡仔名甲纪良同款，也阁有这纪良的相貌甲二公子后爷，也有同款相。既然是安尼，这件代志就交予我暗中来调查。春风，你家己在遐说哩。多谢你，唐姬。那安尼，我先来走啊。好一点点啊！小弟，你是
咧创啥？创啥？哈哈！不要人不知我咧出花子莫为啦。哎，我嘛无做啥物免记人的代志啊。我也无讲你做啥物不应记人的代志啊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我绝对袂输予迄个太监。小弟，我嘛无讲你会输予太监，你讲这是要创啥？啊，伊毋是讲要去调查纪良的心事，我可不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收到一个好打发，我要来调查。你要去调查？你是安怎调查？哦，伊有伊的招数，我有我的步数。你若不信吼，咱坐坐瞧啦。就这样。这块玉佩，会当借我看一下无？原来是你，你来要创啥？秋离，你是安那无来通报？公主啊，秋离正要向公主禀报丽妃娘娘到，是丽妃娘娘。无唔对，是我叫伊莫禀报的。公主，咱拢是一家人，是安怎爱禀报来禀报去的？拄则我入来时阵，看你一个人戆神戆神咧看这块玉佩。所以，你敢不是专工要来看这块玉佩吼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是来甲公主讲，大王想要甲王妃传落纪良。阮王要将王妃传落纪良？嗯，我们当前就好好，是安怎忽然间想要传王妃予伊？对啊，有听到是要等良哥去拜拜西岐，才将王妃传予阮良哥。不管是不是要打败世纪，公主你感觉大王要传王位有纪良，安尼敢好？有啥物唔好？当然唔好了，公主你爱知影，纪良唔是大王的亲生囝。你即马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讲，纪良是一个孤儿，伊是用捡回来，伊唔是西土的人。搁再讲，讲啥？纪良愈来愈大汉，伊就愈亲像一个人。是谁？参详这个冤仇啦！夫人啊，夫人啊，你敢真正要安尼做啊？哎呦，那是当然咯！啊，我一个查某人都拢敢起来，你是咧惊啥来哩？我哪有惊啦？这款小我代志，交我去调查就好。我要讨论，你也袂晓，若是你去哦，恐惊会有危险啦。危险？嗯，什么危险？夫人啊，咱都已经跟伊交手过啊，嗯，卖你叫伊认错啊，安尼夫人你去唔是会去？哦、嗯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那，你看看，我这包内底是什么物件？是我打算吼要乔装打扮的假戏，拢嘛伫内底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吼、嗯，连咱这个牙窟内底吼，看哪里也要弄土啦。啊，所以吼，我就入去去甲因乱甲指挥狗跳，啊，你趁这个机会吼，选入去吼调查迄个纪良的身世，那兵分两路，啊，你不是两全其美？嗯。哎呀，不过夫人啊，万一出了啥物差错，我是要来甲先生交代哈。哎呦，是要甲先生交代啥物事啦？哎呀，你愈来愈唔惊我，带啰里啰嗦，啥物嫌弃啦？好啦，既然夫人要去哦，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莫陪你去。嗯，乖，行，行，过来。想袂到，想袂到，代志会变到安尼。老爷，夫人，拢怪风流母，拢是风流的不对。我殿下回迎。娘母，娘儿，娘母，娘儿，怪你今日足忝的吼。父王明我操练兵马，害伊操我真接拍，要哪会忝呢？
只是这几天啊，公主拢讲我无转来看娘母，所以我挑半一个工转来甲你看一下，我随时就要过来走啊。工作遐着急，娘儿，你敢袂休困一下？免。娘母，啊，你拄则是毋在哭？我，无，我拢在哭。啊，无奈目眶红红。怣囡仔，你嘛知影娘母已经遮侪岁啊，常常会流目油。来，你遐坐坐，娘母有话要问你。啊，娘母请坐。娘儿，我有听讲你去攻打西岐。讲到迄西岐哦，实在够无路用啊！我听人讲，强主个伊法术偌高强嘞，因却唔知讲我手中有一对龙门枪，正是伊道教法术的克星。只要我龙门枪一出，伊的法术就无法度施展啦。照安尼看起来，我相信真紧就当消灭西岐。哪里？西岐？强主驾到！杨哥。公主。红衣。公主，予你真多谢。刚才你甲龙儿讲，龙儿听你的话，才会转来看老身。好意，你这么疼惜龙哥，生家己转来要看你的，哪会讲是我叫伊转来？好啊啦，公主啊，你甲看麦嘞，当殿下吼，实在是足听你的嘴呢。你点点。对啦，公主，你找我代志是无？嘿。公主，你有话要甲龙儿讲对无？来，你遮坐坐，我来准备淡薄仔点心。哦，免啦，红姨卖无用。袂要紧啊。公主，娘母煮的点心真好食，何去无用啊？娘母，麻烦你咯。不要紧，公主，请坐。是。秋丽，去甲红姨斗无用。啊，好啊好啊，咱来去。来，公主，请坐。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我，你哪安尼吞吞吐吐？拄只你敢参像要让我知影？哎，到底啥物代志？你唔紧讲。名声若好，才有空，金的招牌。心肝来放作对，脚步着行工位，咱就是我听的好兄弟。你哪安尼吞吞吐吐？拄只你敢参像要让我知影？哎，到底啥物代志？你咪紧讲。地基讲，龙哥亲像阮父王的一个秀人，我问伊亲像倒一个秀人，地基偏偏还阁无爱讲，干那叫我休息。我，公主。啊？有代志你唔讲？看你安尼满面忧愁，敢真烦恼的款，到底是安怎啦？无啦，哪有？当时忽然间心神不宁，想讲要来遮看你。我抓准是啥物？你想讲我的正戏在沙场？你在讲啥啦？啥物正戏沙场？一句话永远唔准你讲，你呀会食百二岁。好好好，为着你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杨哥。假使有一天，咱两个若是变作是兽人，你安怎？咱两个变作兽人？公主啊，这边哪有可能啦？袂啦！哎呀，人是讲比论，假使咱两个若是兽人，哎呦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！哎呀，所以啊，拄只人毋才讲是比论，如果。如果咱两个有一天若是变成兽人，你安怎对待我？你也袂气我，也袂害我，也袂恨我，也袂杀我。如果，哎呦，公主，你想要伤多啦，哪有这么多如果嘞？我这么爱你，又搁这么爱你，好了。纯粹如果讲咱两个是兽人，那呢，我袂对你安怎啊？啊，假使你也恨我，你要杀我，我就让你杀，绝对袂反抗。你袂反抗？是真实的哦。我唔对，搁再讲，等咱灭了世纪，咱哪能就要成婚啊？咱哪可能是兽人呢？你这个讲法唔对。
对。你应该袂使讲咱是仇人，咱是冤家。冤家？无唔对，是一对欢喜冤家。青霞，咱两个青梅竹马大汉，咱同齐读书，同齐练武。自细汉，咱就吵吵闹闹，到大汉。如今，咱已经定下终身啦。看起来，咱是冤差一世人哦。你讲，这不是冤家，无是啥物？哎呀，你哦，你上讨厌，上讨厌，啥物叫你冤家？参见父王。免多礼。夏父王。青霞，为父安尼四界咧找无你。我想你一定会走来龙椅吃，哈哈，果然无错。父王，大王，这公主来找殿下，嘛是当然的呀。父王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父王找你当然无什么代志啊，只是最近坐骑时常挂出免战牌，所以我来找龙椅参详，要安怎打败坐骑？父王。坐骑伊就挂出免战牌，伊是在想，伊是要甲电话联系。是安怎你有这款的想法呢？父王，迄天孩儿虽然去挑破伊的电话，但毋过孩儿发现，伊电话并未联系。假使讲若分时间将电话联系了后，李神嘛无把握会当挑破伊的电话。因的电话还未联系，就将本王甲李吉困在城中。这可见这个阵法非常的厉害。要咱等下因将这个阵法练熟，对咱就较不利啊。所以父王唔再来找龙椅参详啊。父王，你使明义神真去挑战，你是有把握敢高高击破？哈哈哈！文龙正是这款想法。现在父王就命你去攻打西岐。是。而且父王当你甲青海面答应恁，等待事成了后，一定会予恁两个成亲。多谢父王。安尼你欢喜无？父王。名声若好才有空，金的招牌。心肝来放作对，阿无着行工贵。咱就是歌听袂好兄弟，嘿咻嘿咻飘。真是洗脱的光啊！你的行为举止拢爱较注意，唔通叫人发现。哦，姑娘啊，我伫迄土内面哦，绝对无人会发现的。嗯，是你哦，家己爱较细腻啊，唔是我爱细腻嘞。吼，大鱼，拜托，是咪我咧细腻？你看，你看我咧，有看到无？我打扮安尼，我家己就准备认得出来，是咪人会发现啊？变到是你啦，较注意啦，咩人发现？哦，是啦。吴林啊，你叫我出来，到底有啥物代志啊？哦，你难道嘞？叫你出来，当然是陪我。哦，你敢知影迄一个人出来吼，是偌恐怖嘞？虽然啊，我是真有自信啊，但是吼，有你作伴吼，我嘛比较较放心啊。哦，吴林啊，我都伫你的附近哦，绝对袂有代志啊，放心啦。你这只鬼鬼祟祟，我要跟你抬死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红娘，你在从啥？这老妇人这只鬼鬼祟祟，我惊伊是干涉。干涉？你看伊老狗，头毛都拢装白啊，哪有可能是干涉？来，
听到无？好滴家在哦，啊，老大人多谢你哦。你叫我老大人，看起来你比我较老啊。人，脚无永远徛在。